看看新闻网。小猪罗志祥的新专辑《狮子吼》还没有公开发售呢，他就已经旗开得胜了，预售一周不到的时间就创下了6万多张的销售佳绩。6万多张呢，也是给罗志祥了很多这个信心啊。他也是拍胸脯保证说，这样的销售成绩绝对不含水分。来看一下，心情开心，因为我是刚刚才看到的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兴奋，然后在短短这几天就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成绩，而且我们是不加水的，确定不加水，保证不加水。作为罗志祥的第10张专辑《狮子吼》在预售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就已经创下了6万多张的销售成绩，在已经不景气的唱片市场来说，的确可以称得上是销售奇迹了。这样的开门红也让小猪罗志祥惊讶不已。我比较相信自己耶，我相信只要靠你自己努力，应该都会有一个很好的成绩。一向跳舞功力了得的小猪，这次为《狮子吼》专辑自编自导了一套舞蹈。在歌坛新人辈出的今天，小猪要想屹立不倒、再红10年，这般辛苦卖命，显然是不可缺少的艺人基本功啊。劲爆的舞姿搭配火辣的女舞伴，这段热舞显然和平日里含蓄内敛、对妈妈百依百顺、乖男孩形象反差极大。其实这段热辣的狮子舞完全属于小猪的即兴发挥，从排练到演出仅仅用了1天半的时间，看来亚洲舞王的头衔绝对不是浪得虚名啊。而小猪也坦然，自己之所以倾注心血去演绎狮子舞，就是因为工作中自己也是火爆脾气，真把我当小猪你们就想错了。我私底下像真的像狮子，因为个性的关系吧，有时候比较暴冲啊、暴怒啊，然后但是有时候又蛮大男人的，对，个性比较冲，有的时候以前，现在比较好。娱乐圈里，小猪变狮王报道。